今天我们要做的是超级简单下饭的家常小菜，300克去皮后的莴笋，切成手指大小的条，注意不要切到手。加5克盐，搅匀，然后倒进容器里压上重物。如果你没有重物的话，用碗装点豆子压上去也是可以的。送进冰箱里冷藏6个小时以上。这时候莴笋喝出很多水，把水全部倒掉，然后放进搅拌盆里，可以直接往里面加调料啦。25克生抽，10克白醋，8克糖，还有你喜欢的辣椒适量。如果你不吃辣，也可以不加辣椒。然后搅啊，搅拌均匀。再倒回碗里，重新盖上重物，继续送回冷藏腌制6个小时。腌好就可以吃了，嘎嘣脆。